马，同把话题。嗯，曾记得端午日，朝房叙话。啊，我与那驸马爷相过面皮。是，我观你左眉长右眉短，左膀高来右膀低。哎，眉长眉短有儿女，膀高膀低有前妻。这是包公吗？这不是。啊，是什么呀？包公说这陈世美啊。啊。你这眉毛一个长一个短，说明你结了婚了。哦。膀子一个高一个低呀、啊，说明你有媳妇儿。嗯。这不是陈世美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张文顺这是。张文顺就这模样。包公还在算卦呢，是不是？他没见过张文顺，这就不合适了。是后台对村有这话啊？没有啊，太不尊重艺术了，你这是小花脸。